曹董好，中天神佑，我想问一下，因为刚刚曹董有特别提到病毒会跑来跑去，所以清零是不可能的。但是之前陈时中就有提清零的政策，所以曹董是有在质疑陈时中的政策吗？那另一方面就是现在虽然大陆对台湾的威胁日益的增加，所以会不会觉得跟你这个第一个题目就会有陷阱啊？你是哪个报社的？中天，中天啊，中天，中天都不回答，个匪墙嘛这个。哎，那可是那个中天，你根本是诽谤，你还有脸站在这里，我很惭愧啊。但问题是，现在这个大陆对台湾日益的威胁哦，那这样的话是不是跟蔡总统抗中保台有关系挑衅呢？中天的，请不要站在这里发问。来，下一位，好，下一位，好。颠倒是非啊，颠倒黑白，我们看很多人每天在讲啊，又像那个中天就是啊，急这个。其实这种颠倒黑白罪恶是大臣呐、啊，啊，这个大家以后这个中天不要再看了啊，而且中天，要看中天比这个说小孩看那个，污秽漫画更糟糕，要严厉禁止啊，那么我，你们中天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诽谤行者拿掉，啊，那。中天很多言论其实是可以告他的，要赔钱的啊。所以董事长，中天都不能提问吗？这个不是，你们中天你们爱讲什么你去讲嘛，反正你们都造谣的，我们提什么问你也去跑去造谣，我干嘛浪费我的时间呢？你的问题是个陷阱嘛？你以为我傻瓜？哎，啊，我不要理你嘛，我浪费你的时间干嘛呢？哎。